好，上传影片档，上传档案里面，如果你的影片，你的档案是影片档，我们系统会如何呈现呢？好，例如我这边有很多教学的影片档，以前的系统必须很麻烦的帮你写网页的连接的方式，甚至网页模组方式，那我们这边是算是相当方便，你只要把档案上传上去，像我这边的教学录音档都是这样做的，我只是上传档案而已，然后我的影片档就放在上传档案里面。那一般来说，以前系统它不会帮你自动播，那我们这个系统支援 HTML5， 所以你只要一点下去，好，你看它的 play bar， 啊，播放的那个控制选单都出来了，啊，它可以支援，好，它可以支援很多档案格式 ，WEBM、MP4。那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，我们这边支援的是串流影音，好，如果不是串流影音，它很可能就需要其他 player 来播，或者是用档案下载的方式来播。好，这是上传档案。如果你的影片档是属于影片档，这样子来处理。